大家晚上好，能看到月亮哈。我今天还在上班，然后刚下班洗完澡，给大家说两句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关于我前天录的那条打滴滴的那个视频。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不是泉州人，第二个呢，我也不是讲台湾腔的普通话。那第三个呢，其实我是深圳人，第四我可能会带有一点广东腔的普通话。本来我是想拿个身份证来给大家澄清一下，后来我觉得没有必要，我也不是网红，我也不需要明证自己是深圳籍的什么什么人，完全没有必要。那我大概说一下，就是未来一两个月我要拍视频的这个方向。因为现在已经非常冷了，所以我没办法去海边，但是在十一月份或者十二月份我会再去一次海边，就是拍在英林镇那边，会有一个比较小众的一个海，所以我会挑天气好的时候去，不会像上次触角沙滩那样子坐一个半小时的车过去，发现原来什么日落都没有。然后下周开始我会在鲤城区，我现在就是在美食街，我后面就是美食街，有看到这个烟囱吗？就这个，然后我现在住在这个地方，我离那个关帝庙跟文庙大概是1公里，非常的近。在文庙的对面会有胭脂巷啊、义泉街啊这些，我会去那边去拍，由闽南在地人很推荐的一些小吃或者食物，还有一些店铺，然后希望大家喜欢。大概今天视频就是这样子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